穿梭，谁删止泪来滴干你潜藏那一面，收敛极尽人前，遗留着实证说明有开始。急退后急推算，决意将推翻，疑惑静待日后寻思尚未晚。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偏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变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，没流动偏差仍能寻回还原状态，可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。上升，所以你不肯租给我朋友。总之我是业主，我有权不租。你那里呢？一厅三房，宽敞舒适，但是一个人住有点寂寞吧？对啊对啊，多一个人陪陪我也挺好的。恭喜你荣升为房东了。这个天眼少女有只天眼，能够看透过去未来，像飞机撞风筝，只是刚好加上凑巧吧。跪着不动，鬼差插住他。别吓我了。你大祸临头，不得善终，死于非命。要小心。我？好自为之。你不要在这胡说，妖言惑众，我们可以告你的。大家都是修道之人，助人为善，为人消灾解难，趋吉避凶，不会乱讲话，废话连篇。旁门左道根本就不入流。郭先生，天眼少女看得很通透，你还是及早回头，否则劫数难逃。天眼少女，你认识郭先生吗？郭先生，你一向相信风水命理，有金先生协助你风生水起，你怎么看天眼少女的预言呢？金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出来郭先生大祸临头啊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？我们不回答这种荒谬的问题。郭先生，我们看天面。哎，是谁啊？郭先生，郭先生，郭先生，你还没回答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郭先生赶时间。我是鸿昊天企业集团的公关经理，我叫 Tracy， 如果你们想要采访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联络，谢谢，麻烦各位。喂，你没被吓到吧？还吃得下饭吗？没有，走吧。哦，这个天眼少女对着富商郭富华讲了几句话而已，上了港文版又上了杂志周刊封面。 Madam， 你说天眼少女啊，最近最红的人就是她了，人气指数比初位嫩模还高啊。这个天眼少女是什么人？根据光明居士所说，天眼少女额头上那块疤是天眼，可以看到过去未来，说的都会中。这个光明居士又是什么来头？本来啊是落魄的算命先生，在元朗帮老太太老先生算命啊，看风水啊。后来不知道谁找出那个小妹妹，又说她有天眼，又说她说的都中，后来还上电台讲话，大受欢迎，立刻红了。那位天眼少女是世外高人，用字简单，绝不啰嗦，光明居士就帮他解释，应付记者，像经纪人一样。你还挺爱看周刊杂志的。嘿，就是越看越觉得像是真的。例如他在电台说什么海楼王招女婿，跟着我们就收到消息，在海边发现偷渡者的尸体。对啊对啊，连尸体弯曲啊他都讲出来了。我想就算他不是有天眼，你是养小鬼。您不要再讲鬼怪了，警察是很正气的，有空干这些八卦杂志的，还不是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。阿威，这种叫通识是为了方便查案。请问你在查什么案子？也没错啊，你看就像前两天，天眼少女指着这个有钱人郭富华说他大祸临头，可能之后真的会出事呢。嗯，我们先搜集资料做好准备是有用的。这个我知道，郭富华是鸿昊天集团的总裁，迷信风水，有个风水师金大任教他九七疯狂买楼，结果后来发了大财，于是就把这个金大任当成他的国师。 Bingo，我也想找金师傅看一看。不要太迷信啊，相信风水也无妨，摆好风水阵，心安理得，住得好，睡得好。那例如 Madam， 你搬家之前呢，有没有拜四脚啊？打开电风扇，煮一锅热水，让你风生水起。我是搬去 Dota 中家里住。哎哎哎，那 Madam， 你不搞那些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请人吃饭，上去望一望，保证你一切顺利，路路顺通，屡破奇案，步步高升。对了，又要 Madam 请客啊？真的。
带本风水书当礼物，再帮你看看风水。哇！哎，怎么样？喂，怎么样？不行不行 ，Madam， 这房间坐东向西，床这样摆是不行的。为什么？那床向斜西，命途吃亏，一招口舌。哎，还有啊，床尾向窗会犯光煞，会乱发脾气。哎，但是床尾又不可以向着门口，因为这样会睡不安宁，整夜失眠呢。哎，那这样就要移动下位置了。那就赶快帮 Madam 搬床移柜，摆正吧。哎，好嘞。一，你们不是认真的吧？认真。有关 Madam 的健康，阿赞怎么办？那床这边，书桌那边，柜子这边。床这边是吧？好好。哎，明熙啊，你们真的准备把我房间大挪移呀？哎，我只是照书直说而已。不会吧？哎，我想想，可能要换门的位置，搬到门口。等一等。是。我必须提醒各位，其实各位是地属于警务处，不是钦差大队，千万别拆我的房子。那你们听到了，房东小姐说话了，拜托各位手下留情，拜托拜托啊。实际上呢，风水是可以解释的，例如就以横梁压顶来说，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有根柱子压下来，你们说有多不舒服呢？心理是会影响生理的。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不过 Madam 呢，今年的正西是桃花位，你至少摆颗红辣椒望一望桃花吧。你说 Madam 没人追？那桃花代表人缘，人缘好自然运气就好。对对对对对。听到了，有人来了，出去吧。好，go。哎，这谁呀？欢迎。不错，早早这么热闹。那祝你乔迁之喜的礼物。谢谢。Madam， 我帮你拿。你拿，好好好，这边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喂，布婶儿，你很少迟到的。是我害他的，突然来个客户，是个老人家，有点啰嗦。谢谢。加上又下了一场雨，我这种老人家开车又慢。啊，说起老人家，今天有个新闻，有个老婆婆在商场门口卖姜糖卖十几年了，突然保安要把她赶走，争吵的时候说她打伤别人，现在还要被商场告，真的很可怜哦。大嫂，这官司不是你负责吧？不是。我支持老婆婆。80多岁自食其力做小摊贩，不拿宗元，这种就是香港精神。对啊，那商场太过分了，老婆婆在商场门口卖香糖能占多少位子？你要告她非法占用地方。大集团就是这么可恶，动不动就说打官司。老婆婆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，不过土地的业权属于商场，老婆婆确实非法占用了别人的地方。是看商场高兴吧，老婆婆都卖了十几年了，之前怎么不告她？总之有钱就好了，只要看你不顺眼了，随时给你一封律师信。有些律师真的很坏，收钱就做事，才不管别人死活呢。大嫂，我们不是在说你，我们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律师。对啊，律师做事必须要依法而为，做事当然要收钱。其实商场之前没有告老婆婆，只是没有采取法律行动，不代表老婆婆的行为合法。至于现在才告她，只代表商场方面不再容忍。就像你们开车闯红灯，不是每次都收到罚单，但是不等于你们没有触犯法律，对吗？总之，发出律师信一定是依据案例条文，不会无的放矢。我个人呢也很同情老婆婆，但是不告她是人情，告她是道理。对，老婆婆虽然不能再摆摊了，但以老婆婆的高龄，我相信社会福利署一定会帮她的。喂，去厨房帮忙。好，好，来。今天早上有个老伯来前院，发现山坡下面有具尸体。布婶，布婶，看死者是谁？是郭富华，不得善终，死于非命。这次可真是太邪门了。真是不能不信呢，天眼少女说他会死，真的应验了。死者身边发现一大笔现金，总共有88000，身怀巨款没拿走，肯定不是劫杀案。有可能是失足跌倒撞到石头失救而死。真正的死因验过才知道。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山坡上面有些草被压扁了，而且是同一方向从上而下，估计死者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。Madam， 我们上去看看。23.9度。
依照肝温还有那些尸斑显示，死者应该死了不到5个小时，头部后方有多处伤痕，造成大量出血，部分伤痕深得见到头骨，我估计是被硬物不止一次撞击。布Sir，你手上这块染血的石头估计应该就是袭击死者的凶器，应该没错。是的。布Sir说的对，死者背部有很多横向的伤痕，应该是从斜坡滚下来造成的。翻过来让我看看。真是奇怪，前面完全没有伤痕。阿威怎么样？收到 OK。 布Sir，阿威在山上有发现。没了。在附近发现这个手提袋，上面绣了3个英文字母 KFW， 应该是郭富华。里面还有个铲子，这么轻应该没用过。布Sir，我查过了，附近没有明显打斗的痕迹，不过那边的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推断死者是从那边滚下山的，表示这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Madam，我们在前面路边发现一辆私人轿车，查过车牌，是郭富华的车。郭富华一个人天还没亮就开车上来这里，身上带着88000，还带着铲子，到底想做什么？郭太太，请问你最后见你先生是什么时候？他昨天要应酬，很晚才回来，然后就匆匆忙忙换衣服出去了，那时候大概4点多吧。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？他上山去种生机。我先生一向很相信风水命理，之前有个天眼少女说她大祸临头，不得善终，于是她就去找光明居士求救，居士就叫她上山挖个洞买一笔钱。你昨天晚上一直留在家里？我本来想陪她去的，但是我昨天突然胃很不舒服，还拉肚子，我的佣人三姐煮了粥给我吃，还整夜陪着我去厕所，弄得天亮才能睡。我应该再不舒服也陪他去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郭太太，我想请问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人知道你先生上山种生机啊？应该没有，因为这是秘密。太太，金师傅来了。郭太太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吉言顺便。谢谢金师傅的关心。对了，郭太太，如果你需要我帮你找阴宅，就跟我说，风水福地有利家宅子孙，福荫后人呢。现在有什么也没有用了，我老公都不在了。郭太太，你需不需要休息，喝杯水啊？不用了，你们有问题就问吧，我也很想协助你们尽快破案。大家让一让啊！哎，谢谢上去。好了。大家有问题可以问了。天眼少女，你很厉害，你怎么知道富商郭富华会死于非命啊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天眼少女用她的天眼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，是人是鬼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天眼少女啊真是太准了，说什么都应验，实在不得不服啊，简直是菩萨在世，如来在世。对呀对呀，救急扶危是天眼少女的使命，她可以说是功德无量，善哉善哉。光明居士啊，既然天眼少女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救不了郭富华呢？天眼少女上接天间，下通鬼神，经过掐指一算，算到郭富华大限将至，其实是时也命也，不过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才尽管尽力为他消灾解难，但是很可惜他生机未重就魂归天国，皆因恶孽难消，前世因今世果，天意难违。死者颈部左边有一块淤痕，是吻痕，就是咖喱鸡，台湾人呢就叫种草莓。淤痕上面有些闪粉，推测是唇膏之类的东西，应该是女人留下的，可能有唾液。我会交给法证那边验 DNA。 死者的背部有多处伤痕，应该是从高处滚下来所造成的，撞到石头或者树枝之类的东西，但是你会发现
尸体的身体前面却一点伤痕都没有，能不能想到原因？很有可能是死者失足滑倒，背部着地，然后面部朝上滑下山坡，所以只有背部才有伤痕。 Good try， 不过我让你想清楚再回答一次。你看清楚，背部上面的伤痕方向全部都是横向的。对啊，如果它是直直的滑下去，伤痕应该是直的而不是横的。那么结论呢？是横着滚下去的。不过如果是这样，前面不可能没有伤痕，那除非死者抱着个枕头或者靠垫之类的滚下去，那就像开车一样有安全气囊保护前面，前面就没有伤痕了。死者是抱着一个人滚下山的，你仔细看看，他的头骨上面有多处裂痕，很肯定他是被硬物不止一次撞击。如果以你的判断，你认为死者会不会是撞到了当时在现场找到的石头之后被弹开，然后又再一次撞向那块石头，或者一次以上？如果死者滚下山之后撞到那块石头，应该是一次撞到之后被弹开，不会再撞一次或者几次。这个是石头，这个是死者的头。如果死者真的是撞向石头之后弹开，再一次撞向那块石头的话，两个伤口的方向应该会一样。你发现了没有？现在死者头颅上面的伤口所有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就可以排除他不是撞向那块石头多过一次，而是被人拿那块石头连续袭击打死的。所以郭富华的死绝对不是意外，是他杀。不只是他杀，简直是谋杀。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这块石头上面除了有死者的血之外，我还发现少量不属于死者的血渍。就是说案发现场还有第二个人？就算有第二个人也有机会是误杀，为什么不死你肯定是谋杀呢？因为石头上面除了有死者的血之外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甚至连死者身上案发现场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指纹，就代表这个人是早有预谋，戴着手套拿石头袭击死者，这次绝对是有预谋的杀人。凶手可能是拿起石头的时候被石头刮伤，所以留下血渍。石头上还有没有其他发现？石头上面附着一种暗色真菌 Nematiasis fungi， 还有裴氏着色霉菌 Fungica podrosi。 这两种菌存在泥土中和青苔上是很正常的。嗯，但是血渍存在于泥土中却很不正常。那我们搜证当时石头是这么放的，这块石头在地下，死者撞到石头，所以石头上面就有血了。我们把这个当是石头。嗯，石头的底部贴着地上，所以有泥土，这面向上，所以长了青苔。假如死者的头撞向这块石头，理论上血应该是在青苔这边，但是现在血渍是在泥土那边。没错，就表示死者不是自己的头撞向石头，而是有人拿起石头袭击死者，所以血渍是沾在泥土这边。他袭击完死者之后想要装成意外，就把石头放在死者旁边，但是没想到石头也分上下，这叫百密一疏。所以这就是做了坏事的人都会露出破绽留下线索的。哎，这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天意呀？又你们中国人啊。 sorry sorry 还说洋文。喂，我不是一定要跟你 say sorry 的。说中文，中文呢？我收回，我不要 say sorry 了。我想我们还是去谈 report 吧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哎，出来了！天眼少女，天眼少女啊！潘大概，不要这样啊！是啊，你快起来吧啊！我要谢谢天眼少女啊，我老公今天出院了，全靠天眼少女指点迷津，我老公才可以逃过这劫的。什么劫？哎呀，他本来呀病得非常严重，已经都快要死了，我们全家人都觉得没有希望，准备替他办后事了。幸好呢天眼少女为他做法祈福，他才能逃过这一劫，才能活下来的。总之啊，天眼少女，你是我老公的救命恩人，是我一家人的活神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天眼少女啊。潘太太，
这是潘先生平时做了很多善事，为自己积了福分阴德，才帮助他逢凶化吉的。哎呀，我要再添些香油钱来答谢天眼少女啊。好，随自己心意吧，添些香油钱吧。天眼少女会保佑你们全家平安的。天眼少女，请你救我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帮帮我，守秩序，耐心等候啊！天眼少女会一个一个的接见大家的。是，只要你们拿了号码，天眼少女一定会见你们的。哪一位拿到一号可以开始了？是我是我，我是二号。麻烦你跟我们过来。嗯，哎，来，啊，麻烦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拿到二号的人，请在这里稍等一下啊。好好好，那边坐着。两位是不是要见天眼少女啊？是啊，谢谢。贴300香油钱就能拿到号码，但最快呢要明天上午才有时间呢。早点见行不行？修道之人也是与人方便而已，有诚意多贴些香油钱。排个快证啊，居士，快证在这儿。警察，陆振光先生，请问上个星期二，就是20号，凌晨到天亮这段时间，你在哪儿？那天是初一，我从子时到辰时，就是前一晚的11点到早上9点，我一直陪着天眼少女在元朗神坛里拜神祈福。我们初一十五都会这么做，信徒可以作证。Sir， 您不是怀疑我跟郭富华的死有关系吧？啊，天眼少女预测郭富华会死，她真的意外身亡，我还知道是你教她种生机的。是啊，天眼少女算出她有一大劫，我也看她气色不好，印堂发黑，乌云盖顶，大限临门，必招闪失。我教她种生机也是想帮她消灾解难，但是可惜天意难违，我帮不了。那天眼少女用什么方法看到郭富华大难临头呢？天眼，用天眼看到。那只是一块疤。阿 Sir 啊，什么人能看到什么？你慧根有限，又不是有缘人。不过你这么说，天眼少女也不会怪你。阿 Sir， 看来你们的同事也跟你们一样，没有跟天眼少女结缘的人，我又不在她身边，他们问不出任何资料。黄佳敏，你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？到底除了陆振光就是光明居士。我要见居士。居士现在在另一个房间协助我们调查郭富华的死，他在协助我们，请你也协助我们。到底除了你和光明居士之外，还有哪些人知道郭富华种生机的事？喂，麻烦你拿下耳机回答麦导的问题好吗？还给我，你回答问题我就还给你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听什么这么重要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冷静一点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刚才听到什么了，麦当？梵音还是佛迹？什么都听不见。根本没有声音。你说他们待会儿做完笔录跟他聊两句行不行啊？你想下马问前程呢，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不过呢，我也有问题想问他。圣女命格的人问姻缘也是白问。我只是想问他六个号码而已。待会儿要问问 Madden 有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特异功能呢？出来了。时也命也，总之我赠你们四个字，自求多福。妹的，已经问完了吧？那我带天眼少女离开了。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会再请你们回来协助调查。随缘吧，我们走。你不是看到我会出事吧，金安师兄？
他给我块小蛋糕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神物，记得带回家早晚一炷香。Madam， 还是拿去给布斯验一验吧。这块小蛋糕是不是证物？不是吧？不是怎么拿去验呢？对吧？像公器私用啊。快吃了吧，不要浪费食物。对啊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健体，吃了它。快吃掉吧。哎，马丁，哎，布斯，来接老婆下班呢。是啊，你老婆厉害了，以后搬去大办公室，不用跟我们合租了。哇，以后大展拳脚，想见她一面都难呢。也不会啊。以后有空喝咖啡吃饭一样能见到。以后呢，恐怕我跟你啊肯定会比伊娃还有空。她那么勤奋呢，以后接工作接得手软呢。你呀，干脆辞职别干了，在家里享福吧。这样也不错。有时候我也挺矛盾的，我的工作呢一开工就是有人受害，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开工。哦，也不要这么说，我们打的呢是刑事案件，要是你没事做，等于你老婆也没事做了。这也对。啊，对了，伊娃还在忙。你这么早走了？哦，我约了客户，不妨碍你了。好。Hi, Mary. Hi, Sir. 伊娃在讲电话。那你们决定上诉的话，随时通知我，我会帮你处理。但是你可以好好的考虑清楚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怎么，今天很忙？每天都很忙的，你等我一会儿就快行了。不急。啊，对了，你告诉马丁你要搬办公室了。你刚才遇见他，他有没有讲难听的话？聊了几句，可以说有来有往吧。嗯，除非是你对我说的话，其他人对我说的话，我根本不当一回事。哎，其实马丁那个人 OK 的，是最近不太高兴。Wilson 经常介绍客户给我，是他的资历比我深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我的客户会比他多？他不该只是生气，应该好好的检讨自己才对。这样你搬走也好，趁关系还没闹僵，大家还能做朋友。嗯，不过你地方是越搬越大，工作越接越多，你呢就越来越忙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我再忙也好，我一定会抽时间陪你和文文的。走吧。走。我们化验过郭富华颈部吻痕留下的唾液，里面的 DNA 经过化验，第23条染色体是 X 染色体，就是说属于女性的唾液。另外那几粒闪粉含有少量的油脂，还有蜡脂，有可能是来自唇膏。闪粉的唇膏？看来郭富华死之前跟一个抹了闪粉唇膏的女人激吻，所以才会留下吻痕。但是我们验过，郭富华死之前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。跟他激吻的女人是谁呢？正常来说应该是他老婆。案发当晚郭太太不舒服，上吐下泻，郭富华呢就应酬到半夜才回到家里，然后就去种生机了。就算郭太太生病也跟郭富华 goodbye kiss， 也不可能半夜三更在家里还抹闪粉唇膏吧。不是他老婆就是别的女人了。难道郭富华有外遇？不奇怪啊，问题是这个女人是谁。对了，布斯，刚才你提过的唇膏，它的成分分析有没有详细的报告？有，你看21页。Beeswax, Canola Wax, Canola Wax, Castor Oil, Lanolin, Sarinzen， 这些都是属于一般唇膏的基本成分而已。哎，不对，还有一种 Bismuth Oxychloride 是什么东西？氯化氧臂，也就是珠光白，用来增加颜色的光泽，能使得唇膏有闪亮的效果。最特别是还含有一种矿岩里面的天然云母粉米卡，用来散发闪亮的白光，让颜色更有光泽。这种云母是产自纽西兰。纽西兰的云母全部天然培植，绝无人工色素。Lens Company 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蓝诗精油是一个高级化妆品牌，这季他们推出了含有纽西兰云母成分的闪粉唇膏，限量生产，贵宾级客户才能买到。哦，女人的东西还是他们比较在行。当然还要你说。是的，这种闪粉唇膏是今年的黄牌产品，而且是限量生产，普通的客户甚至是我们的员工都不可以买，只有我们贵宾级的客户才可以买得到。你们想要的客户名单我正在列印。谢谢。
好像没有郭太的名字，但是上面有崔西林。我是红昊天企业集团的公关经理，我叫 Tracy。 如果你们想要采访的话，可以随时跟我联络，谢谢，麻烦各位。让两位等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在跟治丧委员会开会。没关系。你们两位找我是关于郭先生的事啊？是。郭先生的丧礼安排我们之后会向新闻界公布的。我们想知道你跟郭富华到底什么关系。就是上司跟下属。你身上这一套是 LEJG 新款，鞋子也是，但是只有巴黎才能买得到，你订回来的？是啊，托朋友买的。钻石手表也是托朋友买的，还是男朋友送的？你到底想暗示什么？说我没钱自己买不起名牌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好奇而已。例如你现在抹的这种闪粉唇膏是蓝石金永这季的黄牌产品，只有贵宾级的客户才可以买得到。加上你这身装扮，以一个公关经理的年薪来说，收入来源确实是可疑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根据验尸报告，在郭富华颈部发现了一块吻痕，上面有跟你抹的唇膏一模一样的成分。我想请问，在郭富华死之前你有没有见过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郭富华颈部的吻痕上有女性的 DNA， 只要替你验一验就知道是不是你了，别再否认了。是啊，我是跟他在一起，那又怎么样？在郭富华死之前，就是上星期二20号凌晨到天亮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见过他？那天下班我跟他去了澳门陪他赌钱，他自己坐半夜3点的船回香港，然后我就玩到第二天 shopping 完才回来。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他死了。我跟郭先生没有感情的，我只是贪他有钱，他也是贪我属猪旺他而已。他很相信那个金师傅，金师傅叫他今年禁欲，所以我们最多只是亲吻，没有别的行为。他老婆也知道，幸好他最近又上来吵架，所以郭先生带我去澳门玩免得他烦。我又突然想留在澳门玩，就没有跟他一起回来了，所以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查入境记录。郭太太知道你们有事还曾经上来吵架？是啊，已经不止一次了，他们夫妻这样已经很多年了。我们找郭太太。 Madam， 阿 Sir 请进。三姐倒茶。是。是不是阿华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了？你很关心这个案子，你跟你老公的感情一定很好了。当然了，要修千世才能共枕眠，能成为夫妻是很难得的，只是没想到不能跟他白头到老。郭太太你不要太难过，你跟你老公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好的吗？是啊，感情一直很好。但我们听到的是你们的感情根本不是很好，而且经常吵架。你在哪儿听到的？为夫妻一起生活偶尔吵吵架也很正常啊，不是这样也有问题吧？但我们知道你曾经去你先生公司吵架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是又怎么样？我跟他吵架是因为我在意他。阿华他很有钱，肯定有女人贴上去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是要偷吃也走远一点啊，他居然连公司的人也搞啊，我生气才去公司的。三姐不用了。 Madam， 我赶着出去，没空招呼你们。太太，你有吃避孕药的习惯吗？我吃什么不用跟你交代。没了。刚才郭太太手提包掉在地上，从里面掉出来好几张这间酒吧的 VIP 九折卡，如果是一个人来的话一张就够了，她可能是帮忙派发，或者是认识这儿的老板，也有可能是有朋友在工作。所以你就约我们来喝饮料啊？原来是来工作的，我还以为是收了工可以松一松。哇，还押韵。凑巧。有些事是凑巧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就是天意了。他就押韵，你就天意，请解释。原来郭太太还在吃避孕药，那排避孕药只剩下几颗，也就表示已经吃了几个星期。根据 Tracy 所说，郭富华听金大任的话禁欲的事他老婆也知道，禁欲就不需要吃避孕药了，所以除非他有情夫。郭太太说她跟老公有多恩爱，其实各玩各的。如果她有情夫，会不会就在这里？所以就来这里咯。我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好。那个人可能有皮肤病，之前 Angel 在打死郭富华那块石头上面找到一种暗色真菌，还有一种叫裴氏着色霉菌的致病菌，常见于植物上还有泥土中，石头染有行凶者的血，
如果他的手受伤的话，很可能会被这种霉菌入侵皮肤。会怎么样呢？那就是说会形成肉芽肿，还有化脓性感染。刚开始呢，会有一些小丘疹，慢慢的就会扩展成为一些暗红色的油状斑块，有些甚至会溃疡，引致感染呢。表面会看到伤口溃烂、红肿。除此之外，那个凶手抱着死者一起滚下山，也就是说，凶手的背部一定也会有一些横向性的伤痕。还有啊，凶手是趁着郭富华一个人上山种生机的时候杀他的，也就是很有可能是熟人。现在知道郭太太跟她老公关系不好，她也是疑犯之一。他们都知道郭富华上山种生机，可能找人杀他也不一定。郭富华相信风水命理，他种生机的事，他那个国师金大任肯定知道。师傅，你说的那个人出现了。我说没错啊，坐好，来来，请坐。今年的那个财位呢，是在东南哦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坐在对面那个人呢，就是帮人看风水很有名的金师傅。要找他看风水，要排很久的。金师傅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啊？哦，金师傅是这里的股东之一，他经常带客户来这里的。哦，股东，原来郭太太是帮金师傅发这间酒吧的 VIP 九折卡。看来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。喂，你们仔细看，他的嘴角溃烂，似乎最近上火啊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组织细胞受到伤害，释放出组织胺，刺激附近的血管，引致局部性血管扩张，还有微丝血管的透明度增大。什么意思啊？发炎了。依我推测，他现在擦 aflatoxin B， 又或者是 fiabandazone。不管哪一种，这些抗真菌的药服用之后应该不会喝酒。那更方便，放心吧，不贵。中了。喂，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地球好不好？是啊，别再讲火星话了，我们根本听不懂啊。刚才我不是提过，凶手可能会感染到石头上面的真菌，这种菌发病过程比较慢，感染者并不容易察觉，不会马上看医生。如果他的手碰过嘴的话，他的嘴就会像这位金师傅溃烂，等到他的手出问题的时候呢，才会去看医生，到那个时候就会擦一些消炎药或者服用一些抗生素，在这段时间他就绝对不能喝酒。哎，你们看，他不止嘴角溃烂，手也是。那他就肯定是受到真菌感染，难道他就是凶手？那要符合 Mandy 所说，他的背部有横向性的伤痕。所以呢，最好是放在这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事没事。这么巧啊？不是这么巧，是故意过来撞你。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倩儿，现在怀疑你跟郭富华被杀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不是一定要你说，除非你自己想说，你所说的我将会用纸和笔记录下来，将来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。我们为你做了活体取证，发现你的背部有很多横向的伤痕，而胸口就没有，这是因为你当时是抱着死者郭富华一起滚下山的。在打死郭富华的石头上发现一种暗色真菌，你手溃烂是因为受伤的手曾经拿着那石头。还有，你喝橙汁的杯子所留下的 DNA 已经证实了跟在打死郭富华的石头上所发现的血渍完全吻合，就是说已经证据确凿，你就是拿着石头打死郭富华的凶手。是是，是我杀死他的，不过我不是主谋，我是受人指使的。指使你的人是谁？是郭太太，郭张美芬。你和张美芬是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么匆忙？好吧，我现在马上离开。太太，身体热好了，不喝了。因为郭富华发现你们的奸情，所以郭太太要杀他老公。是因为郭富华呢，他约了律师要给遗嘱，他还说连一毛钱的财产都不会分给他，还打算跟他离婚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想要把他给杀了。他说事成之后，他就可以拿到所有的财产，会分一半给我。我就帮他把他给杀了。他还告诉我，那天晚上郭富华会上山去种生机。
所以我就提早上山躲着。后来郭先生真的出现了，他拿着手提袋一直走，我打算趁他走到我躲藏的位置，我就冲出去从后面把他打死。可是在我接近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。你要干嘛？救命啊！我们在山上打了起来，结果他没站好，抱着我一起滚下了山坡。滚下去之后，我看到郭先生晕晕的不太清醒，我就在附近捡起块石头往他的头上用力打下去。我怕他不死，就再多打几下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他断气为止。我把那块有血的石头放在他的头旁边，做得好像是他自己撞到那个石头所以死了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要抓就抓郭太太，她才是真正的主谋。Madam， Hello， 阿威，我来到郭太太家找她，她的佣人说她大概在半个小时前匆忙离开，没有说要去哪里，我会在附近找找看。 OK， 再联络。郭太太半个小时之前从家里出去，不知道去哪里，一定是有问题。好了，申请通缉令，通知所有出入境单位留意。Yes， Madam。伊法，我是郭太太郭张美芬的代表律师，我陪我当事人过来协助调查郭富华的命案。急退后急推算，决意将推翻，疑惑静待日后寻事实未晚，就地目击他走近越变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乱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未及目击他，用实验做推翻，没流动偏差，仍能寻回还原状态，可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你性共情之间？